就快過年咯，又係我哋發揮嘅時候。等陣大老細會親自上嚟試食，你哋準備成點？我準備了 Honey Butter Chip， 一路以來都很受大家的歡迎，香脆可口，每個人吃了都讚不絕口。今年新年吃了一定發啊！不如俾老细试下我哋嘅 Mr. Kim 紫菜啦，喂！我哋嘅紫菜又脆又健康，过年食紫菜一定发大财啊！我觉得韩国 Tteokbokki snack 唔错，香香脆脆，甜中带辣，红当当，一定旺。或者俾老细饮 OKF 汽水，多种口味，零糖、零脂肪、零卡路里，饮再多都唔使惊。你哋准备嘅都唔错。不過我要俾老細試呢一個新激含檸檬啫喱汽水，Boss us, how is the preparation？ 誒，老細，全部都準備曬喺呢度。咪住！呢罐汽水入面有啫喱，饮之前要熄十下，熄完要即刻饮。今年过年除了吃零食，梗系少不了新激含柠檬啫喱汽水。过年饮新激，肯定你最牛。天安都祝大家 Happy 财。